为什么叫 Burning Man？因为很多人听说，你是要烧人吗？是要烧一个活人吗？没有，没有，不是邪教，没有要烧，没有要烧人。每一年的 Burning Man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像的木雕，然后会是在整个 Burning Man Black Rock City 的正中央，然后在这七天的最后一个晚上会一把火把那个烧掉。他们想要表达的是这一切都是空，我们这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空，都会在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脑海里面。Burning Man 的票，这张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开麦的那一天呢，你就是要守在你的电脑前面，然后一直按那个 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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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 button。第一轮的票是最便宜的，是$500，然后之后每一轮他释出的票是$1400。然后我两次都没有抢到。那个时候在网络上，我们的其他的 camp member 就有帮助大家一起找票嘛。然后就找到一个人叫 Michael， 一个白人，就私讯他说 Hi， do you have an extra ticket？ 刚好他没有票，但是他有认识其他的谁谁谁有票，他就帮我去接这样子的线。很多人就一定会想说，哦，因为他要赚你钱，他想要赚那个差价嘛。但是没有，几乎全部网络上卖的人都是用那原价$1400卖给其他人，他们完全没有要赚什么黄牛票。最后他帮我买到票的时候还跟我说，很希望在 Playa 上看到你，然后 Have a good burn 这样。Burning Man 呢有分两种不同的机制，一个就是你可以 join 一个 camp， 这些 camp 都会是一些已经去过很多年的一些 veteran burner 组成的一个 camp， 像我的 camp 就是我朋友他们已经去过很多年的四五年五六年的一些老 burner 们组的一个 camp， 然后我们的 camp 的名字叫 Neon Butt Soul。我也曾经怀疑过为什么它叫 Neon Butt Soul， 它没有原因。对，我有问过我们的 camp leader， 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名字是为什么，但他就觉得听起来很酷。好 ，anyway， 就是你可以 join 一个 camp， 就是付一个 camp 的钱。那这个 camp 呢，会包含你全部，你的费用会包含你全部吃的用的，当然不包含你自己要带的东西跟你的睡袋那些。但是 camp 会帮你负责，比如说发电器，因为那边没有电嘛。我们 camp 还负责了我们三十几个人一整个礼拜的三餐，全部的食物还有水。我们的 camp 还有帮我们在我们的 campground set up 的很舒服的，像客厅的 public area， 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服的晚上在那边聊天也好，躺着放空也好，还是白天大家可以一起坐着吃东西，就是一个地毯区，然后有两个遮阳，很大很大很大星星的遮阳棚。那有另外一个机制，就是完全的就是 self reliance， 完全的就是靠大自然靠自己。那这样子的方式会更辛苦一些，因为一个人来，哪怕是一两个、三四个，你没有 camp 的话，就代表你要背着、扛着你全部的用的东西。进去之后呢，就每一个入口都会有一个志工来 welcome 你。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他除了 welcome 你之外，他还会先做安全检查。记得我 welcome 我的那个志工，他是个老阿伯，然后胡须超长，然后他还用那个辫子把它编起来，然后他穿着一个很鲜艳的三角裤。然后我本来就说 Hi， I'm Christina， 然后他就说 We don't do handshakes here， Can I hug you？ 然后我就说 Yeah， 然后他就把我抱起来转一圈。进去之后呢，他们就会给我们这一个 kit， 这是我们在那边的 Burning Man 2019Survival Guide， 就是你的生存法则。然后今年的主题叫 Metamorphosis， 然后这个很酷哦，它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在 Burning Man 生存下来。然后这一本呢，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在那边的每一个 camp， 几乎每一个 camp 都会有一些 special event， 比如说有一些 camp 会办一些 session， 一些 workshop， 比如说画画的课、按摩的课、制作饰品，然后编头发。不要把它想成是课，应该想成是跟那边大家跟 Burner 们分享的一些 workshop。 今年去我觉得很震撼耶，因为我一直想象是一个很艰苦的地方。的确到了的第一天，你的确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心力跟
意志力去习惯那样子那么极端的天候。我不知道是我去的时候压力太大还怎么样，结果月经本来不应该来的提早了一个礼拜来，所以到了 Burning Man 的第二天月经来，然后月经来的隔一天不知道是抵抗力下降还怎么样，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发烧一整天。我真的有一度以为我会死在 Burning Man 吗？想说我来这边到底是干嘛。然后我竟然撑过去了，我烧了一天吧。当我们习惯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会依赖这些，你知道，看医生吃药。但是其实你真的需要就是休息跟喝水。我觉得其实只要带着一个很真的是很开放很 open 的一个心，去用心的去感受大自然，感受我们的地球，感受那些沙，很多很多很多沙，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一切都很 OK 耶。我们人类的韧性是很大很强的，我们是可以 adapt 的，所以我觉得是个很震撼的地方。